大家好，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收留的那条流浪狗它还是死掉了，在这里面，那我要把它拿出来。那就要埋吧，姐。是埋，埋个三轮。就我要把它埋在山上。埋在这个地方，这只小狗我就养了15天，挺听话的。以前我去哪，它一般都是跟着我去哪。现在吧，现在已经买好了，我走了啊。